山，阿伯的爸，山上的山。山山啊，阮这是因为哦，阮爸较早因经营嘛是属于到你讲哦，做田人做这山这，啊无闲的时，就用不草的，其实都用人工除草。最早以前，差不多三十几年前，那时候还荒废的时候，是用有用过两次的除草剂，但是那个除草剂用过哦，因为我们每天在工作嘛，除草剂喷下去，你也要去过巡查，唔过啥，结果讲会惊到啊，脚拢会去惊到，你无可能讲穿鞋讲啦，啥话去做工，较早人无安尼啦，有时烫只脚来去，还要穿一个卡米啊，啥话，迄个日本的卡米鞋啊，啊去做工，啊，不过伊个我拢会去惊到。卡米有在画给你。给六，对，给六是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走路的时候，碰到你，碰到皮肤，碰到皮肤，除草剂，你要除草剂碰到皮肤，碰到皮肤，你其实也不晓得啊，你不感觉啊，但是到最后，它差不多，经过了差不多十几、二十年以后，喝酒这边就会痒，这边就会痒，真的会有后遗症。其实他那个喷除草剂也是很毒的啦。啊，那他在耕作的时候，那时候以前差不多，二十几年前嘛。那时候我们是开放这个钓鱼池。哦，钓两个。钓虾啦。啊。钓鱼池，我们叫钓鱼池啦。啊，钓鱼池的时候，以前就经营，拢用咧经营，时代拢经营，我就去做工课啊，做工啦，啥话啊，倒做安尼尔。我伫四十岁时阵啊，四十岁那时候经济部有一种那个什么花卉啦，什么什么推广班了喎，我都去受训。受训是受训是讲种较有机，种较迄个，迄阵是花卉训练班嘛吼。啊，阮就去听人讲，啊听人讲，迄阵是种尽量种较有机、有机的，比较有机的。啊，等下我就甲讲，哎呦，咱尽量买。哦，尽量卖讲不草这，不是毒草的，卖用药啊。哦，啊，尽量全药全较少的。我爸迄阵较早较固定啦，较袂讲一定喷药啊，一定爱喷较侪淡薄啦。啊，无毒草侪啦，啊有全药啊。哦，啊，有机肥这因有咧落哦，阮较早拢落有机肥较侪，拢有落药剂，啊化学肥、化学肥也在也有在下。啊，尾也是，阮爸无去，遮物件分互阮。啊，我有去受过迄个花粉班遐，啊，佮对这有机个较有兴趣。啊，我就想，好，嘛是同款，无爱除草，无爱用杂草药、喷草药。啊，农药是，咱迄阵嘛还佫渐是讲，啊，不能接受说完全没有农药，不能接受，因为你那时候成果不好啊，你不喷农药的话，收成不好。啊，嘛是用农药，啊是差不多，我经营差不多，我家己经营落去五六年了后，我家己经营，因为即摆做到即摆，我家己，阮爸无嫌吼，差不多有啦，五六年前迄阵，这药啊，我会感觉讲，喷伤济无介好咧，对家己吼，因为我看阮遐果子园，我足济朋友拢住伫当时了嘛。哦，啊是讲，阮遐较前辈遐吼，种柑仔遐拢住伫遐。啊，我一买药啊，农药我嘛是去找阮一个孙仔咧买，伊咧做农药行。啊，因遐我看嘛，一挂人拢肝啦、啥话拢起咧咧，足紧诶。你个朋友种柑仔诶？嘿啊！东势迄边诶。台中当时遐。嘿啊，民政局啊。左南民政局，迄是我公司的民政局，茂谷最多，所以说我们的茂谷是三十几年，差不多，我看二十几年前，快三十年种的，我以前我来种茂谷啊，以前叫的茂谷就无，以前茂谷还无济啦，二十几年前那时候茂谷不多啊，啊，阮就种茂谷，啊，伊就种，我看人咧种药，哦，真香。做嘛？迄足食药啊！足食药，因为你莫看，因为伊较早无像即马阁后，因为碳酸钙去保护迄个外皮有无？哦。碳酸钙保护外皮，可能差不多袂超过八九年吧，差不多是即个所在尔，袂超过十年啦。
出来物件，即喷到白白个啊，迄是保护爱皮啊，还佫兼迄落吼，但是迄个物件出来袂超过十年吼。啊，进前大家拢爱抓药啊，因为伊药也无散，皮肤就歹，皮肤会歹啊，会撩撩啦，啊是蜂仔叮啦，啥货虫拢会着病。所以迄阵个药也抓太重，啊，但是我就尽量袂抓，抓较少嘞。啊，抓较少嘞了，我是即几年啊，感觉有较少啊。结果因来叫阮讲，啊，讲参加啦，一寡专家咧讲，无抓无抓，我想啊。无蛇敢有好食安尼啦？头仔恁正经讲无蛇全无食，两三年前我嘛是还有蛇，三年前蛇无遐济，一年蛇三届四届。两年前哦就两届，去年我看觅，去年蛇到六月就无蛇。哦，迄规年冬天就是无蛇，有啊，有是蛇一届两届安尼尔。啊，即马来尽量改较不爱摇啊！我试了，我家己，阮两阿母伫遐做啦，我嘛感觉到我，阮是今仔大家无闲，讲啊，着在遮坐，啊，若无，我嘛伫山顶啊，不管是拢伫山顶，因为工作真无闲，因为大家拢爱做啦。我们如果喷下去，我们吸的要比你们来的人还多啊，哦，所以我们都在遮。我家己有时个感觉，赚侪赚少吼，无关系啦。爱健康身体，你食较长命，歹也变。啊对，你今仔较有好食就好啊嘛。哦，你讲为了种一挂水果，啊要赚偌济，我看无可能。哦，你是一年当天讲收一两百万来讲啦，迄些是无要紧，一两百万无需要做财产。哦，你做十年啊，但是你除了十年内底吼，上届八年，无啦，上届只有五年的时间，除了品农药，逐工咧品农药五年啊，因为暗时无嘛。哦，啊日时拢除了啊，啊你毋要赔咧四五年。啊！你连你的肝啦，还是讲排泄啦，有诶无诶，你拢家己去啊。啊，人食水果诶人食少啊。食水果诶人，我细细剩无济啊。我讲我即马，像即马旧年伊讲，啊有咱蛇药啊，会当蛇较少诶，蛮好，蛇较少诶。哦，我旧年我验农药，嘛是未检出。伊讲啊，你哪会未检出？大家拢啊，佫小可无啊。我著介久，我著无喷农药啊。我著收成较少，果子若较歹，皮较歹，无要紧啦，爱好食就好啊嘛。啊，去年因为去年年底那时候很寒冷，这边下雪，但是以我们的这个咱的环境来甲算啊，你收量的时候，咱那叫收量的时候，病虫害会减少。病虫害就咱冻死啊嘛，无要紧就发生。啊，所以我去年人讲啥物啊，即马办错啊，清虫啦啥货有无吼？没有水果的时候。赶快喷农药啊！我要等它开花什么，那我就全部不喷，柚子也不喷，李子也不喷，你看你拢无喷，我无喷，我想讲，迄气候关系，迄阵拢无，嘛咱物件嘛无济啦吼，啊，但是看病虫害就袂发生啊，因为那个生长环境因病虫害因减较少啊，无可能一下就发生讲介悬的种，啊，我就渐渐看迄水果。看下水果，讲有啥物变化无？哎，无变化啦，无较严重，我嘛无抓。所以我今年油啊嘛无抓。啊，柑啊，伫今年的七月份，我抓一届。迄茂菇柑，干呐抓一届尔尔。因为迄阵长热天，因为伊茂菇吼生长期还阁正长。生长期啊吼，啊到即摆还无好办啦。我七月份抓一届尔尔。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。尽量算较自然的啦。嗯。我若草，我嘛无爱去讲，是讲起来讲家己无迄个时间，像人讲，逐工除了去较离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我嘛无爱去较济啦，超工也无爱去啦，放我较长一撮。像即摆，像现在这个时候，八九月嘛吼，刚属于还不到冬天，刚好秋天俩。啊，秋天你要去除草，有水分还是会长。还是会长，那你还会长，那给了缸哎。等到冬天它不会长的时候，夏冬哎再给它铺就好啊。哎，因为冬天的时候，咱要爱施肥，啥话拢爱啊嘛。啊，再是讲草它去也铺嘞，啊无我即摆拢放去等，慢慢等，哎，一个保持水分，土壤的水分它有。
因为他们也会看那个果园的生长状况，比如说像有一年的五月份我去找他的时候，那个草这么高，这么高，柚子树大概到屋顶，然后他的草这么高，然后我在里头找不到他，因为他在里头个草，那个草快要跟他一样高了。我讲啊，你来，我真该哦。讲其实哦，草对咱作物无害啦，无害啦。啊，你即马无要收成啊，是？你甲布甲光光。你若无雨水，没有下雨水，像咱遮无可能讲灌溉足济啊，无讲水库啥拢灌溉较方便，咱遮无啊，都爱深井啦，啥欢喜拍。啊，你土壤干，你布甲会光光，盐滴就干。啊，伊若有草，伊下底还阁澹润澹润，无遐快湿，无遐快干去。迄水会保持保持伫内底。对，嘿，水分拢也保持掉嘞。啊，阁而且你若草伤浅去曝，伤浅曝是草尔尔，无迄个叫做咱讲个讲叫做杂质啥，因为伊长了完全的时候，伊较顶个造杂质，杂质无咧骨啦啥话，伊才去凹肥，土壤才会松吼。啊，你若曝曝个草个时阵，你咱像你来曝草，你甲曝即嘛是曝草底底啊。毋过吼，伊才曝了两工去，你甲看，同款看到土面啊。因为伊迄树啦，尔干去也无啊，无啥物肥，也无啥物好个迄落油脂质。啊，我若是讲留较长个，啊有会用着留较长个，啊较阔，啊砍开，啊佫有剪，头尾油脂质砍大，安尼。所以讲，我这变大人啊。你看内底，看大家囡仔若像我安尼做，阮长一个同学，哎，长也做，一个同学，伊伫大陆做了袂歹。啊，即马转来食，我讲转来讲，我想要转来。哎，要搁食无？要搁食？哈，要搁食？那收起来吼。你是要来食迄个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那算了。好，麻烦好。好，就切一切，就切一切。晚餐吃什么？你很期待，你饿了？我一点都不饿啊，我一点都不饿晚餐可以。我们这些农友啊，其实三四年前我跟他接触的时候都没有这么会讲。现在很因为探访的人太多。其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当他们越对这些东西越了解，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在面对访问，他们就越讲得出东西。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在跟消费者讲的，就是说你真的去果园去拜访一个农友，农友能够讲得出一个所以然，他就是做的，他是真的，因为他脑海中有在思考那些东西，所以你问他那讲不出来。那如果你去问了他讲不出个所以然，那就不是那回事。所以这也是他们在讲的，就是说去果园拜访变成是一种验证的形式，是因为这样子。哦，验证。对，因为他问到他都讲得出来，为什么不要喷农？不要喷除草剂啊，不喷除草剂之后怎么管理草啦，带来什么好处啦，他都讲得出来啊，对啊。可是你如果没有真的在做的，他要讲这些讲不出来啊。完全销售这样。会使请问一下，你安尼种吼种这个啊，即马有水果啦？我的意思讲，即马无用药啊吼，甲你感觉吃起来，感觉有安怎无？是较甜啊，是安怎？药啊本身是无关系，甜甲无甜，吼无关系。嘿，无关系，你甜也无甜，因为伊是外表尔尔，甲你根的吸收养分无共款。吼，你讲无用药啊，你讲啊食会较甜无？无关系。啊，但是阮是较无曝草，啊伊养分较侪，土脚养分啊放较自然的，啊水果生起来较自然，较袂讲像咱即摆食水果。即嘛即个甘啊，爱甜，但是无甘啊味。有甜无甘啊味，迄毋是甘啊。恁即嘛食真侪外口木瓜嘛是同款，但是因拢落啥？有啥物安尼哈？无一定，因个是因落肥个关系。哦，即嘛落肥若差不多啊，落啥物肥较甜咯，啊是讲剩下啥物肥料伊就比较甜啦。哼。我无用安尼，我感觉许自然生长。啊，欠啥肥少我落者就好。啊！你若想强迫伊水果做的那种甜度太多，完全失了原味，吃那个原味就不嚼得出来嘛。哎呀，啊！我是安尼做，我做较自然，较无讲欢喜什么爱追加什么什么坏，这个会较甜，较啥会较甜，无。
所以你的迄油啊的味啊，迄味较重，是毋是这個意思？我家己食是安尼啦，啊，但是较芳。嘿啦，恁食我毋知影啦。哦。嘿吼，咱客户人咧食，我毋知啦。我食的感觉，我咧食比的我的水果，比别人可能较有迄个油啊味。因为恁有去食着油啊未？阮等恁拢有食过。哦，啊！我稍等下，我搁炖一锅，我搁抬互恁食，试看卖。卖讲我家己学了，啊，食了好歹，啊，甲我讲。我另外做咱讲正经，我即嘛唔惊，我搁啊搁炖一锅，我卖上人挂掉的。我如果吼人客来，迄叫我硬炖的，我拄好炖五箱。诶，啊有无？啊有无？我讲好，你来客服，你拄好去客。我即嘛来挂掉，迄个啊有啊。我跟大家分享，他的我今年吃最多的文旦就是他的跟藏宝山的。他跟李世清的，他跟李世清的，然后李世清的在前面的两个礼拜是赢他，就刚采收下来的前两个礼拜，李世清的比他好吃，但是放到一个月后，是他的比李世清的好吃。都是那种大白柚，就是我们今天文旦，好文旦，文旦。是那种是为什么他好像不是说摆了，好像他那个品类，他那个啊，然后我们因为其实我们都把那个规格化了，就是人家走十到十二两那种让他去卖，所以我们跟他拿的都是很大颗的，就是可能砸到大白柚什么的比较大颗的，或者是土长枝，因为抽了很多养分所以长得很大颗的，通常那个都不卖，而且通常那个里头都纤维都很粗，但是放了一个月之后，放了一个月之后很好吃，这是无卖啦。无卖，哎呀，这算较歹皮，哦、无爱卖予人。啊，这面皮啥无全油啊，才会较歹皮。嗯、啊，量无，算讲歹皮无要紧，无济我就袂去全油啊。必须老实说，他们家的文旦真的是我看过最丑。但是真的好吃。你要把它补一斤吗？这最好吃的。真的，真的。可文旦跟柚子的里面长得不都一样吗？没有，文旦是柚子的一种。哦、柚子分几种？柚子有文旦柚、西施柚、大白柚、帝王柚，有很多种。哦。长这个形状的，长像那个西洋梨形状的，就是文旦柚。哦。其他的柚子类都是比较偏圆形的。哦。哎，当然也有日本柚子，日本柚子也是长这样子，但是小颗的。哼哼，他们在拆这个都很吵。哎呀，那冰冰冰冰。哎呀。哎，是吗？你主要就是收伊来迄个嘛，他拍迄个。哎呀，你在食茶咯。你可以拿来做那个面呀。茶。哦，我来搞过。哟。很香吗？我的也是绿山啊，但是已经不防水。柚子精油耶。我朋友有说，把绿山拿来洗澡的时候，上面今天是有听到那个什么大观秋，就是说旁边这些的张小姐，张小姐，他们是有在用白柚做成精油，他不是净水。他们今年在尝试几个，就是因为我们辅导农友嘛，那这里的农友他们今年遇到有一些状况，就是譬如说像李世清，他产量比预期还要高，但是那个都是蛮不错的文旦柚，没有卖掉很可惜。那他有一些是规格外的，那而且是凝检出生的规格外，我们觉得这真没有用，熊大粒，熊败，但是其实都是很好的，对，所以就想说那市场没有办法。就拿来做加工，所以现在有两个处理，一个是他们的文旦柚现在在做柚子酱，已经做好了。柚子酱、柚子茶，就是可以做柚子茶那种柚子酱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利用现在要上市的那个大白柚，大白柚的果皮那个精油来做皂。太大颗也叫规格不好。对，卖相不好。是什么？文旦柚，一般的水果我们要的是越大颗越好。文旦柚不是，文旦柚有一定的大小。最好的是十到十二两，大概500公克，一颗500公克，市面上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对他来讲，我觉得没差。他有很大颗的啊，其实放到后来，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很好吃，剖开来都很好吃。
肉比较细，混蛋又要肉质细致，但是你大颗的肉质就不是细致了。但其实它的我放到一个月后，还是很好吃，还是那个肉还是粗的啊，但是吃起来就是很好吃。是阿贝，你是怎么买？你也是，你是多了，不是，我是说你是也是直接卖给大盘。不，我自己买销，嘿，我种，我家己做了哦，吼，阮爸做，伊就嘛是家己卖啦吼，迄阵量较少，啊，帮我做了我嘛是家己卖，迄阵就，因为你即马大盘商吼，讲一个实在，十外年前。这一万斤呐，大盘商就开始十块银尔，十块，咱有十卖，只卖二十，家己卖啦，二十，吼，啊你若大盘商来收十块就算足够啊。到即马来吼，因为油啊无油啊，因为无油啊哦，大盘商来只卖，上悬的卖十块。我这十块。对对对。没有人要买。不是，因为大盘商他是。伊要利润啊，伊嘛爱有转货，爱讲好啊歹啊，爱即嘛甲你捡，伊十外块甲你收，因为你有个人无十号卖，咱果农逐个种，无十号去卖，因为咱这无产销社啊，无人甲伊迄落，你像西湖迄因了交农会、交啥、交产销社来甲你卖，咱这无人推广，是人家己去卖，啊你即嘛是人家己卖，有诶种诶几啊万斤，你即嘛挽这油啊。因为咱中部无再无可能外早收成，不是像南部比较早收，啊，咱叫较慢，啊，较慢了，迄个节气到中秋过，无啥人要买鱼啊，因为你一届货出甲足济出去啊，囤的较济，啊，食嘛慢慢仔食，啊，要买无几粒，啊，所以讲，你即摆若咱像阮果农，你八月半进前，若拢无销出去，你遐着囤的啊，遐拢无，啊，所以伊会惊。卖钱买了，变来看有碗仔来买无？因为遐较大宗，碗仔来买吼，一袋哦几万斤，然后我会直接捡起来啊。但是迄小无，小无碗仔大盘商哦，中盘商迄款，迄大概会做法，嘿啦嘿啦。啊，阮是，我想，我咧做的是我是鱼哦。我既然甲卖你十块，我来卖二十块，我若卖一半。我嘛开下咧卖哩，因为我明年若无卖，你若无来买猪，我拢免卖，嘿。啊，我是啥？我讲啊，咱家己加减猛卖，加减销。所以我的鱼啊，我唔无经过大盘商，我家己去推销。啊，朋友来，好，朋友来甲斗卖。我桃园遐有一个朋友，阮厝边个，逐年三百箱。伊讲我咧。固定寄过去，啊！你著甲，你去寄，啊！讲偌济，啊！我著甲你三百箱，三百箱就三四千斤啊！啊！我一个朋友啦，食好食，搁加买，就搁买买，啊！我著，较好诶，三两草万两斤啦。啊！若无伊，就著啊八九千斤，啊！我看这量无讲像人个几啊万斤，几啊万斤，伊都饿咧烧，啊！所以讲我毋知讲我啷。啊，家己卖，啊卖偌济，讲一下许个，我卖介绍，比后壁阮阿咧要共卖吼，遐较俗，啊但是人客食了好食，也是好许个，伊嘛较有食，啊我趁许个趁许个差距就有啊嘛，啊较够工个物啊，爱装啦，爱装，啊我即卖，嘛无一定啊，嘿啊，有诶有条熟识，伊会敲电话来。食了好食，伊就问讲啊，恁来叫我对买安尼。啊，像即摆来，这两年啊有做什么？来囡仔搞抖音，咱就传达网络 FB 哦，家己做一个 FB， 食了讲拢有诶，啊，就加减卖。阮即摆就是安尼卖，好。啊，即有诶，食了好食，然后伊就应该订看卖啊。我旧年伊啊，南北几路拢有。江平卖到花莲、台东拢要买，甲买。然后知影，啊，就甲我敲电话过来，啊，坐。啊，坐这我，因为咱爸交通方便嘛，吼，大英会有那方便，省煞车钱爱付一半。啊，我讲甘愿安尼。啊，结果南部、台南、高雄、嘉义，啊，搁有内山内底，啊，来甲你讲，三
山呀，听哇，伊就因为从今年较有啦，因为二三十年那个打广告吼，啊，搁咱有个人较知影 ，LV 更贵啊，尔，吼，啊，因搁打广告者，啊，咱知影有人有咧认证吼，好去验。他们如果各自都没有，现在没有很。啊，所以讲，南北二路拢对。啊，我记得安尼较赢咧，你嘛大家知影，嘿啊，卖讲有常常咱卖几注啦，你卖哦一注，不是这人知影。哎呀，全省人也知，安尼鸟食好食，伊会甲咱替咱推销。我试着是安尼较好。好，你这足好食呢，我这迄足汁吼足甜呢，足安怎讲？汁很多啦，这我都呛到了。你看我刚刚在呛到。水温足高的啦。嘿，水温足高，安尼呛到。他袂讲干了一项甜，啊，佫有牛肉。嘿，真好。哦，我嘛是讲。要来讲，啊，较自然生长的啦。嗯。啊，我这拢侪年啊，我这油果长上届细长的，啊有四十年。吼。上届细长啊有，上届万长啊有三四十年。啊，上届老的要到我差不多岁。你偌济岁？六十。你六十岁？哦。迄是阮爸因较早种。阮爸讲。后下你生你个先再来种菜，啊！阮较早即个田拢果子园嘛，阮爸拢种果子园。阿公个手着放一寡果子园，啊！较早是种啥？柿仔、李仔，啊！冬白啦，冬白啦，嘿！冬白是土白啦，迄个土白啦都无同哦。土白啦是咱土白啦青青白个着种食，黄来着种食。啊！冬白是啊经过沙过，由伊个涉水，啊！迄足甘个。较早阮母啊拢去卖迄冬白。差不多要二十外年无卖啊，啊，即摆九十外嘛，差不多二十多年无卖啊。因为我东北量少，啊，搁较爱生虫，较爱生迄款嘞果蝇嘛，咱无去山药，较爱生果蝇，啊，我着较无做，啊，我迄边种梨啊，种较侪梨啊，啊，所以讲东北即摆较少，啊，无阮较早梨啊园拢嘛种迄个，咱即摆柿啊，咧做柿干迄柿啊。所以，阮迄水果是足，阮阿公的手袂变黄落来。然后，油啊，迄就是阮爸种嘛。我出世咧种。代代相传的用。嘿啦，哎对。要哪讲？啊，老的也种着啊，有迄个水果，啊，阮即嘛慢慢仔去种。因为，阮囡仔较大汉啦，较无看在讲爱搁饲囡仔啦，啥货啊，所以，所以就尽量去经营遮水果咧啦。啊，好食就好啊。有够用就好啊！啊，若趁有够用，安尼就使。我拢歹趁，讲啊济，我搁看下来伤身体。今年卖几箱？啊？今年卖几箱？算唔到七百。不同的吗？七百外。七百外是偌济斤啊？七千外斤。七千外斤。我今年也蛮无济啦。哦。一斤算三十。三十三块，因为你爱靠调伊啦，像我遐较油价的成本啊，对啊，然后三十，哎嘛有，搁有二十万卖翻，有啦，我嘛无伊阿算个，无伊阿算个啦，咱这一块嘞吼，卖去看讲看迄个怎有收入卖啦。所以千万不要去鬼问说你种了几棵什么树，农友没在管几棵树的，或者是你安尼有几斤，他也答不出来，因为每年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那他问什么？问几箱吗？还是问几棵？不要问，这个就不要问了，因为其实农友真的答不出来。其实讲这样，大约吼，你一年的收成有偌济？啊，不过因为水果吼。什么气候拢会天气会变化，你的水果的量啦，产量拢会变化，所以大约而已。哎，有块有点啥，一年万四五斤，万四五斤，啊，去年万八九千斤，啊，头下伊咧讲讲几千，我走三四千斤、四五千斤尔，伊都办了，我知影讲啊有哦。啊，今年看迄水果有怪足济无生嘞，对无？佫生大棵的迄种无效的足济，结果伊的产量有怪生足厚的足水，吓啊！有生较水，啊有诶无生就无生。所以讲，你要安怎讲？有人家讲气候甲地形无关系嘞，你若看同个种几了尔，啊毋知安怎个喏，错啊。
食糖啊，有要搁食，有要搁啉凉的无？啊，免了，哦。哎，有啊，要来不？我那个有高。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，因为他今天比较忙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其实就聊聊天，他也不一定要再去当请假，你唔免去过啦。无啦，来过门嘛会使啊，你过行行嘛会使啊。啊，来看咧遐，我要来换掉。我会想说，顶多就是我们到那个农园的最高点那个地方，让大家看一下果园的环境这样子。因为他的算是他要做有机是有那个条件，我也蛮看好他可能会是我们这里蛮早进入有机等级的农园。是有需要什么条件吗？因为他其实他的环境其实旁边，他如果旁边能够做比较有效隔绝的话，他目前唯一有接触的是他好像是他亲戚这个，有一边是跟他亲戚的果园有相接，其他的部分接触的都是自然的那个领域，所以其实他要做到不要零点污染，他其实比较容易做到。跟刚刚那个李大哥的一样，就是亲戚没有在，跟他有同样同步这样。就他有两个，他弟弟啊，他弟弟也偶尔会来上我们的课，但是就不像他这么认真。然后他另外一个亲戚的就一直都没有。不过其实至少他亲戚好像也是没有在用除虫剂。Okay, 他们这三个，我目前的观察好像都没有在用除虫剂。多多少少有受到影响，啊，但是就是农药用的量可能还是会比张宝生的。不好意思，他刚刚说他爸爸就没有用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他爸爸有用，但用了之后后来觉得不好，所以他爸爸决定不用，所以他也跟着不用。那他爸爸是高寿呢？啊？他爸爸高寿？这我就不晓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可以问他，我可以问他吗？我可以问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马上就变成农友，一秒变农友，没有吧？我觉得这好像标题，一秒变农友，那种感觉，一秒变农友，一秒变标题。你今天有点农友，31度。天31度啊，那个贵如擦布。你们如果昨天跟前天来，还蛮舒服的，因为一直会有风。哦，但今天没什么风。我们等一下就往上开，开到他们的果园最高点，看一下他果园的状况，那应该就差不多了。那蛮特别的是，他们现在的李子还在开花。哦，李花还有，还有在看。那个果里面的李花都是春天开的。节气，节气。